家中经济老婆管，老公在家没地位。他的金钱观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赚多少花多少，可以当一个星期的皇帝，当半个月的乞丐。你钱都花到哪里去？吃喝玩乐随便乱花、啊、哪些吃喝玩乐？喝酒啊，那个都会。你希不希望先生多给你一点钱的空间？会啊，会希望每天零用可以多一点。多多少？一天拿个1000来吧。今天晚上9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